别跑！哎，跑什么劲？他都不能说你了。他刚骂我的时候，你干嘛躲着不出来呀？你不是说好了吗？发生任何事情都替我挡子弹。你妈哪是扔子弹？你妈扔的手榴弹啊！接不住啊！他到底是不是我亲妈？放心，你保证是亲的。那亲妈说好吗？我心里扎小刀啊。这后妈跟你说话隔着一层肚皮才客气呢，客气约等于虚伪。我宁愿他虚伪。 世界上那么多女人，你干嘛非得找她当老婆呀？你自己喜欢受虐也罢了，干嘛非得突然我？我同意。